这是人间的温暖呐、啊，实在是很温馨啊！的确，社会啊，要平安，真的都要有善法，善法、恶法总是在一念间呐、啊。善法能让人人成功，而且呢，社会有希望。假如是恶法呢，那就相反啦、啊。人呐、啊，为恶呢，就是不耻，就是无良体啦哦。那么那一种就会让社会国家会有大乱呐、啊。所以说来教育呢，要从小开始。成人教育和成才教育两个要同时并举。我们不能够只看成绩好不好，成绩好的就是好学生，成绩不好的就不是好学生，这不能这样去评价他。所以现在我们得想办法教育孩子，水龙头该怎么拧，闸阀该怎么冲，还有门该怎么关，那么包括擦洗这一块，爱护这一块，我们也非常要求他们一定要用心的去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用心去擦，擦得很干净，他觉得擦得非常辛苦，他就会觉得这个应该珍惜，应该去爱护他。看看大陆吧，因为呢2008年的5.12这汶川地震过后，我们有了这一分的因缘呐、啊，在四川省盖了13所学校，有了这样的机会啊，我们呢深入到了孩子的家庭与教育，好看到了孩子们那样的勤学呀、啊。很殷勤的要学习，他们知道啊，要脱贫啊，唯有要读书，将来才会有希望啊。很多的孩子都住在山里啊，他很刻苦。山里的孩子求学路呢，遥远漫长。每天呐、啊，很多的孩子哦，在山上啊，为了要读书，一大早天未亮啊，他们就要摸黑出门了哦。那实在是一点都没有埋怨哦。他们不管是刮风下雨呀、啊，他们都是很愿意。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韩江晴，他也是一样哦，总是每一天要走来回的山路啊，不管是雨天或是等等，他们很认真啊，他们的这个成绩都是很优良。回家呢，还要帮助父母啊，从事茶农工作，这都是。在当地的孩子无悔无忧啊，乐意勤学习，还要呢都是很守在本分上啊。还有一个孩子父亲呢是网络剥落啦，穷啊，没有办法就医啊，所以已经呢眼睛都瞎掉了。当这个孩子的爸爸眼睛瞎掉了，妈妈呢就离家出走了。这是在他小学2年级的时候，这孩子呢，他就是父子相依为命啊，他守住了父亲，每一天呢、啊，天未亮一大早起来。就是要帮爸爸端洗脸水，还要煮早饭呐、啊。那打点好了，他才背了书包。过去呢，都是走路要1个多小时，现在因为慈济人已经呢有助学，而且补贴他坐一段公车啊。师姑他们给了我们的帮助之后，我很少走路。
每天不用很晚回来了。因为回来可以帮助爸爸呀。功课了，功课写完了之后就煮饭。怎么呢？你可以告诉我你最需要的是什么？爸爸，因为爸爸是我唯一的亲人。看年纪小小的，他都是无怨无尤。他在学校呢，成绩优异呀，也不会为了上学路遥远，或者是母亲呢离家出走，或者是父亲呢眼瞎了，家庭贫穷，他有一点点的埋怨都没有。所以这样呢，很上进的孩子啊，好相信呢，这就是他的人生啊，可以呢，有他未来的写照，那就是刻苦勤学习，能有脱贫的希望。所以这个孩子呢，也很令人疼惜哦，在大陆啊，真的很多类似这样的孩子，这就是希望，大陆未来的希望呢，都可以从学子的身上所看到了。啊，有的时候想想我们台湾呐，生活一切都很方便呐，反而孩子呢被家里宠了，学校不敢用心的教。几天前呢，政府已经又实现大学生可以告老师，哇，就听到了不少的老师说，哦，今晚下南刚尬音啊。但是他会因为他对得分不满意，他也可以打一次官司，那就是这直接针对老师而来，对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会创造不必要的紧张关系。所以，到底是错或是对呢？孩子们都会懵懂掉的，这都是我天天呐最担心的。因为呢，国家的希望就是在于教育。孩子们从小学一直到大学，成长知识啊，提高了人的品德，这应该呢都是要。敬师学啦，总是呢要从懵懂不知啊，由老师呢来启蒙。人生啊，从小不断不断往上提升，教育常识，不管是小学老师、中大学老师，都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儿女。那样的望学子能在社会啊成龙成凤，成为社会的栋梁，这不都是老师跟父母的期盼吗？所以啊，孩子们呐，要懂得呢自立自爱，要知道如何呢把握时间呐，学习呢要勤哦，那做人呐、啊、要守本分呐、啊，真正的懂得人生啊的感恩，自立自爱的人呐、啊，充满了感恩心，感恩父母，感恩师长，感恩社会所提供的教育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教育啊。要很用心哦，绝对不能呢松懈掉啊！在末华时代呢，善华一词呢会消退，恶华呢不断会猖獗起来，这都是呢在这个时候已经看到了，这不都是人为吗？人的道德品性啊，都已经可以不顾了，实在是。担心的事情真多啊，吼！好吧，总而言之呢，但愿我们的孩子啊，把这一群种子呢，好好的照顾好，
但愿社会还是有粒粒的好的种子，但愿呢一生无量啊，这都是我们未来的希望。愿将一